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是不是很久不见了嘞？对，然后这一集呢，就是一个泰国的 vlog， 就你们跟我一起来Bangkok这样，然后刚刚我们从机场来到酒店，是差不多需要一个钟，很塞很塞车，我觉得泰国的 traffic 呢，比马来西亚的还惨。在我们酒店楼下就有了，所以我们先来买一杯。泰国真的是很热很热，我们现在等着那个位置for那个欧瓦间。这里都是我们叫的东西，这个就是它出名的咯，这个 omelette， 然后它的 crab fried rice， 还有就是这个鸭饭，有 oyster， 还有它的蛋，不敢吃，因为我不吃 oyster， 好吃啊。我觉得还好，可能不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吧。他们的炒饭也没有味道。这个在 Tom Smith 一定要叫，真的很好吃。还有这一个就是他们的 hot ball， 他每次来我会叫 pandan juice。我叫的这个是 egg 的。我们刚回到酒店附近，然后就来 Chinatown 走走一下。现在差不多要11点了，可是还是蛮多人在这里的。给你们看一下，还是很塞车。然后那边很多食物。然后我们来这边，因为我们要去 Seven Eleven 买东西嘛。然后就看到有那个 packing， 所以我们就去买。Very good. OK. 好食。感恩。Thank you.Hello， 大家早安。然后我现在化妆，这是我最爱用的 concealer， 这个我用了很多支这一个哎，其实。然后我已经不擦粉底，我只是把它当做粉底这样子用。But yeah， 跟你们讲一下今天我们去哪里。今天我们会去。Siam 的 area， 我们先去一个 cafe 先，然后去 Siam 的 area 逛逛，然后晚上去 George Fair。本来昨天要去，可是最后我们太累了，真的是很累。我的黑眼圈已经是深到遮不掉的那种。哒哒，上完底妆了，然后现在上散粉，然后这一个。这个 Laneige 这个也是很好用，它的粉是超级无敌细的。因为我的皮肤是比较干的那种嘛，如果我用的粉，我觉得有一些会弄到我的脸更干，就是你放了上去，然后你整个脸就会很干很干的那种。这个我觉得我用的很好，它的粉真是很细很细。
昨天在 7-11 买了这个。今天的穿搭，sausage 的，这个是他们的 mint jam 的 pastry。嗯，我们到了 Siam Square One。这个很可爱，刚买了这个 sticker 粘在我的电脑。340吧，这个也很可爱 ，so cute。哇，它的 quality 很好，现在 ，oh my god，this is also very cute。刚刚我们吃了491baht，然后现在还有人在排队。这个也是小红书很出名的，他们说 Tokyo Sweet 很好吃，所以来试试。One big size and two piece。现在在排队去买 Thai milk tea。Strawberry 很大颗，那抹去很有弹性，可是它的 strawberry 很爽。那个水我觉得还蛮好喝。It's just my milk tea ice blend. Yeah.现在在 Central World 的 Food Hall 吃东西，因为我们不懂要吃什么，所以就想说来他的 Food Hall 这一次很多东西吃一下，可是我不知道好不好吃。本来我们想说要去 George Fair， 可是下雨，所以看等下可不可以去到。嗯，好吃。然后这个 fried banana 来给我们经过看到，是我们去吃它了，所以我们就决定试一试。好像有一点硬。我们的表现。但油条里面有 banana 的。早安，今天是 day 3。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很 gloomy。我们来到这里啦，这个是一个 cafe， 他们家很美的。我们叫了这个 cream sauce pasta， 然后我们叫了 banoffee croissant， 还有就是那个 latte。早上好。
的店的隔壁有一个咖啡，我觉得你们如果在等车的时候可以来这边叫咖啡还是什么，因为外面太热太热了。我的叫不辣的，可是它看起来是还是很辣，然后它的叫 less spicy。新的 Jobs Fair 比较少人，看比较空。这是 Jeep?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哇，我们打包了 Jeep 出了，这是我的晚餐。我们叫 Poupon Fry 的 Crab Meat， 还有这个就是那个 Fried Rice， but 我们没有叫 Crab 的，因为我们有 Crab 了嘛，然后我们就叫虾的。然后这个就是 JO 出啦，我们不要去排队，所以我们就叫 Delivery， 他们蛮快的其实。JO 很细心，还会给我们碗来用。现在在Holiday Pastry， 然后这里是一个区域叫做 Hours， 然后里面有应该是有几间不同的 cafe 吧，然后这边很美，一定要来打卡。是我最爱吃的。我们叫了 banana chicken， 这个是 omelette， 还有 clear soup tom yum。早安，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然后等下就去 check out。 我们的飞机是差不多5点 boarding， 所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去走走一下。我要去那个 factory Bangkok， 然后最后就买了一些项链，这个是有一个 K 的。用的是 3CE 的，我叫了一个 banana bread。
like this.有一种味道，比较难吃，比较像莫斯科，这个比较好喝。你们来的话，要这个。 Signature， 这个是 Goji Berry Pudding， and 这个是 Taro Fresh Milk。哒哒，我们的最后一餐在 Bangkok， 我们就叫了很多，其实这个也是我最爱的，就叫了多一份，然后也是有叫了加面，他叫了两个，我加一个面，因为不然我觉得有点太小碗了。